있어있는용기단견뎌가되기우직과눈회저우비우차버지도와주刚给我跳到底，你在家创啥？你是在比啥？我看无啦。我知啊啦。你是讲你是一个爱狗，袂当讲话，真艰苦，所以想要来遮请红羊婆来治疗。免惊啦，来都来了，你是在惊啥？就算讲你毋捌看过红羊婆的厉害，你嘛捌听过红羊婆的大名，你烦恼，婆婆的功夫真好，一定有法度，让你会当去讲话。恁大家讲对啊？唔对啊？对了，对了，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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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行去吧，我就来叫婆婆家你去医治来。来，过来。婆婆。这个少年真可怜，袂当讲话，所以特别来这拜托婆婆，请你等下想办法给伊治。你放心，我会好好替你治疗，让你会当讲话。你叫什么名？你的主人是谁？陈老，严金拜见洪阳伯。拜见洪阳伯，拜见洪阳伯。准备启动。人并无破病，伊是假的，伊是假的，啊，咱给伊赶走就好啊。姐姐，在这世界上有真侪人可以想过单纯，也想要来甲你欺负。这人就是五条派来的。五条，你是讲迄个吴大夫哦？无唔对，这边哪有可能？我看吴大夫都无参像歹人，干嘛呢？敌人敌兵不敌亲嘛。现在很多大夫看起来都很舒服，这种人我已经看过了，你已经不再相信他了。孙妹，我已经把陈老关酒店
五天，你敢跟我作对，我特别让你知影我的厉害。郭大夫，陈老干嘛发生什么代志？以这个卦象来看起来，陈老应该是会当逢凶化吉，伊无性命危险。那呢，伊即马人伫什么所在？伫西边。西边，阁啥？郭大夫，你讲陈老伫西边，咱果然找几工拢找无，敢讲会伫遮？这是洪良大呢。我抓到是誰咧？郭大夫，哪會這麼早就來這個所在？敢說你也是要來請鳳陽婆看病？郭大夫的身體真好，他沒需要看病。不然你是要做什麼？我是要來找我的主動丹羅。丹羅？原來他就是你的主動啊！昨下晡有一個少年叫丹羅，是一個矮狗，不會說話。什麼是矮狗？他會說話啊。要不过我早所看到丹罗，确实是一个矮狗。伊是专工来拜托洪阳伯替伊治，让伊有法度讲话。丹罗即马伫内底，伊即马不但会晓讲话，而且对伯伯嘛真感激，一直拢唔肯走。你又袂讲？离开也是你提起，其世事，其世事，恁爹我来遮创啥？去放我出去啦！放我出去啦！喂，丹罗，罗超即马伫外口等，小等你先好好表现。表现表现啥？嘿，想啥就爱出地皮。奇怪，伊去叫丹罗，奈遐久还袂出来，唔知变啥物事。只不过是一个囡仔，你想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我对付伊，我洪永伯神通广大，救人无数。伊是要感谢我会当让伊开嘴讲话，才来拜我为师，一世人跟在我的身躯边。我要来对付伊嘞！大哥，我是郑多娘啊，他不认白我，行，干等下。我是这代大姓孙悟空，想让他对付孙悟空。你几下届拢来破坏阮大个规矩，你根本就无把我洪阳伯囥在间内。丹罗，把这两个唔捌规矩的人把我赶出去。是，你讲。丹罗，行，跟我等去。你是啥物人？我根本都唔捌你，将来要跟你等去。我是这顶大神孙悟空，我老爹叫名你几下，出去！恁大家看，这个吴大夫真是唔讲道理呢，伊的主动唔肯对伊转去，竟然要用强逼的啦！哎呦，这吴大夫嘛咧有够心塞的，啊，人唔转去就唔转去，后往边讲扭的，有够无意思。哎，恁哪会用三轮车来催眠啊？好，来不讲，咱先等。伯伯。别跟这种人计较。丹罗，带我去吧。白虎，讲要带我的查某囝来跟我收，想到到今麦未来。八年无去啊，唔知伊即马是做啥物款？真娘，你一定爱保庇我，你的在天之灵一定爱保庇，予我找到咱的查某囝。先生，
你要做啥？无啦，我无做啥。你即摆有用无？我无用啦。我阿娘讲我符仔画了无好，叫我阁画一百张。师妹，是有啥物代志？无啦，无啥物代志。丹罗，你是啥物啦？你知影我叫丹罗？我叫做水仙，是洪阳伯的查某囝。你来遮做啥？嗯，只予你食。遐好心，敢有毒？我看起来敢有心歹啊？哪里人阁算袂歹嘛？奇怪。啊！伊个小查某哪有你这个这么好心的查某囝？哎、欸，你莫骂我阿娘伊小查某好无？若毋是恁吴大夫要甲阮阿娘抢生理，阮阿娘才袂甲恁作对嘞。啊！吴大夫甲恁阿娘抢生理？哎、欸，你是讲了对啊？唔对，吴大夫是天下第一神医呢。伊来你灵山正好共看病是无要收钱的，伊是你行医救世，毋是你做生理呢。阮阿娘伊真讨厌大夫呢，伊讲做大夫的人拢真假善呢。你莫听你阿娘胡白讲，吴大夫哦，毋是即款人。照你安尼讲，毋就是阮阿娘误会吴大夫。安尼吼，我来去求阮阿娘，叫伊放你出来。师妹，你看这几块布水无？灵山当然嘛无人咧卖布，这是我专门叫人去城内拣给你的，你有介意无？我看嘛，这布你若穿起来，一定真水。嗯，换一块，一定更加水。你家比看嘛。师妹，师兄，你是不是搁啉酒醉啊啦？无啦，我也啉酒醉，无紧啦，这也无别人伫咧啊。孙兄，你莫安尼啦！孙兄，孙兄，你紧放手啦！师妹，孙兄，师妹，你哪会使安尼对待我呢？哎，先生，拢是你啦，都应该找转来。先生。到底是找的？这都是你查某囝，我囝就袂去用糟蹋。今晚咱找伊倒去，你等下偷偷等，等找到伊，我就来甲你讲。你怎麼會叫白虎是師妹？敢說這個查某囡仔跟白虎丹有關係？你是下狗？白虎丹，啊你怎麼會問我阿娘？玉虎不是说玉丹一直不肯嫁，伊哪有一个查某囡仔？敢讲伊就是。
是你提起。尤丹，你怎么会骂我阿娘？又或不是说，尤丹一直不肯嫁，你怎么有一个查某囡仔？敢说，敢说伊就是……你说我是你的查某囡？你放屁！我实在太聪明了，你给我回去了不要紧啊，我不怪你啊，不过你也不跟我说你是谁。老志良哦。你是讲恁查某囝放弃十八年啊？你一定找伊找到足辛苦的吼。对啦，你是做啥哈？阮叔伯哪会对你遮歹？大夫，哈？你嘛是大夫哦？无怪阮叔伯遮尔讨厌伊，一定是你甲吴大夫共款，你去抓到因对无？我甲你讲哦，你上好吼，莫去抓到阮叔伯甲阮阿娘。阮阿娘吼，伊即世人上讨厌大夫呢，而且伊阁会晓法术哦。不过有啦，性格嘛无介外好，你若抓到伊吼，你就害啊啦。你哪安尼伫甲我看？伊的安心。那你越看，他只能越想。你哪个安尼看，我就不爱睬你啊！你的手哪安尼？我转来摕药啊！袂用的，我怎啊无想要转去？我若看到阮叔伯吼，我就足讨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啊！我是安怎要救？好啦，规定吼，我嘛无想要转去，我就好心做到底。对啦，你是大夫呢，你一定知影有啥物药草通好治疗对无？无你甲我讲，看下去买啥物药草，咱家己来治疗。你哪话你艰苦？这敢会好？你家己嘛唔知影哦。不要紧啦，无咱来试看卖啊。叔兄，梁山你也不是无熟啊，哪会找一个查某囡仔找拢无嘞？叔妹，最先伊也不是一个笨蛋囡仔，伊若存心要骗我，就算我把规个梁山拢骗过来，我嘛是找袂到。这死查某鬼啊，是够大个杯啊，拢嘛要我找到，若无我好好甲伊教死。叔妹，今日是初一，来拜拜的人较济，咱是毋是趁这个时阵先甲单独代志处理掉？我叫做水仙啊，自细汉吼就住伫灵山遮，想袂到我逐天伫咧山顶看到无爱看的这饲草，竟然是药啊呢！若是阮阿娘吼，伊都毋知影这啊，干那会晓练法术、练罗丹，啊毋若安尼呢，佫逼我来教伊练，我实在吼一点仔兴趣都无。
还是这药草较好耍。你是咧笑啥？来，嘴开开啊！安怎？安怎有较爽快无？你们做啥？紧甲我放开啊！紧甲我放开啊！怎样？终于把我喝死！你这小查某，你到底要创啥？我爱你会记的，我洪阳伯才是你的主人，吴超是在骗你的。来了，我问你，我是谁？你是我的主人。那安尼吴超嘞？吴超是你把我骗的。要离开也是你提起，莫讲谁无情谁无义，要怪就怪你三心两意，也要爱我也要爱你。如今你才想要反悔已经可以，你都无情相无义，有路做你去，有路做你去，咱搁找啊一路。